你上来！你上来，我不打你。你打我，你这能打得着我？哎，赵洪涛啊，你别给我来这套啊！从6月份开始，6月18号冰红茶1箱，菊花茶2箱，6月21号方便面1箱，香肠6根，打火机就不给面了啊！6月28号老干妈1瓶。 红牛2箱，行了，别念了。你说了，你不要钱呢？我说不要钱了吗？啊，我说不要钱了吗？我说1块算。人家我告诉他，我说去拿那个矿泉水，你为什么跟人换饮料啊？哎，我还想呢，哎，赵洪涛，哎，长能耐了，人家做生意，哎，做酒店，人都找自己人，拿点客人。我还说呢，我这是赵洪涛，哎，行，虽说我这是小买卖吧，一单是一单呢。 哎，到了你给我玩这个是吧？不是，你从工资里扣，从我工资里扣。你少废话，你工资1分都不能少，你给我上交。这是一码是一码，你把这给我账给我结了，少给我废话啊！那什么，这有签字，你把那个林蛋大给我叫来。哎，林蛋大，看见没？有姓林的。哎，那不楚中天嘛，小楚啊，甭管是谁，把叫来，账给我结了。 甭老张嘴看着我啊！你怎么把我的饮料喝了？矿泉水给我喝了，怎么喝怎么给我吐出来？那饮料喝完那都撒出去了。我跟副经理说话不管用哈。行。啊？干嘛呀？我找你们经理去。啊，经理出差了。总经理。总经理也出差了。你们这没人说了算是吧？有啊。现在我暂时主持工作。这不得了吗？走。干嘛呀？ 签个字儿才快使，走！我签字不好使。张洪涛，你不要脸吗？账你今儿不给我结了，我就不给你这脸。张洪涛，可吃你盘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喊了，我喊吧。大叔，全体到游艇这来集合。吃不了你。 经理，我们人到了。嫂子来了，嫂子好，嫂子好。那个二叔啊，最近这几个月，你嫂子拿来的饮料你们喝没喝呀？喝了，我们都喝了，是吧，兄弟们？喝了。怎么样啊？好啊，可好喝了啊！对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了，咱们吃的用的都是咱嫂子给咱无偿提供的，你说嫂子多疼咱们呢？啊，小王。 那个你们晚上那个值夜班吃的那个火腿肠、方便面，都是嫂子给咱们的，是吧？嫂子风格高，快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。这有什么可谢的？这孩子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你嫂子今天来，是那个钱的。是什么钱呢？这真是都是以前的事儿，就这么地了。这孩子值夜班，你不能让人饿着肚子是吧？别人站着了。 赶紧值班去吧，啊！来，那小林，那肉松来了，那饼你不是爱吃吗？回去上我那拿去啊！哎，好嘞，谢谢嫂子啊！解散，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。嫂子，说你风格多高啊？我血压还高了呢。哎，赵洪涛，你今晚别回来啊，你就自己跟这儿啊，自驾游吧你。 嫂子，慢走，注意安全，嫂子。哎，回来了，大姐，大哥，听说你回来之后可高兴了，我们把房间打扫得特别干净。意思啊？ 到时候出来遛弯方便。哇！哎，来，我举起吧。啊，怎么样，姐夫？哥，怎么？这是咱爸留给你的。孙总，小雨，你来了，快坐。哎，哎，他长得真可爱。孙总，对不起啊，我应该早点来看你的，我也是刚知道这件事儿，知道高健刚出院，怕你忙，就没告诉你。 老伴儿，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啊？他长大了以后一定跟你一样特别能干。小雨，李月心要去杭州分公司了，等她到那边安顿好，我们娘俩也过去。啊，是要在那边定居吗？是这么决定的。他觉得离开这儿对我跟孩子都好。他考虑的挺周全的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去杭州对他的事业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也看得出来，他挺喜欢这个孩子的。小雨，快要个小孩吧。 等你跟高健有了自己的孩子啊，就什么都不一样了。宝贝儿，你有一个好爸爸是不是啊？慢点，高律师。 律师，你想起来了吗？那次你请我们全家就在这吃饭，你坐在这儿，我大哥就坐在你对面。是大哥请客，完了咱们都在，你买的单，他买的单。想起来了吧？你忘了那天你还跟我们全家人宣布你跟小雨登记了，说要找个日子举办婚事。想起来了吧？你好好想想。 那天小雨没在，中间你还出去一趟，领着自立，赵自立，想起来了吗？大姐，快你跟他说，快！高律师，对不起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没有好好的教育我的儿子，不光他害了你，他也害了小雨啊。 快点好起来吧，小雨她心里都太苦了呢。我都没事儿，还没事儿吗？姐，快把那个，你看看这个啊，这就是害你的那混蛋，你还能想起来吗？你看看，大姐的儿子你记得吗？你想起来了吗？他就是赵自立。 装不下他们家亲戚，真的啊！到现在自己搁跟家掐着呢。哎呀，好啦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你们两个一段美好的回忆，等结了婚以后就好了。切，什么狗屁回忆啊！哎，你跟高倩结婚的时候，我也没发现有这么多事儿啊，怎么一到我身上事儿全来了？这婚还结不结了？愁死我了！ 高律师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进来吧。我不是一个有话能藏在心里的人。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，我会憋疯的。我不喜欢我们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在一起。我特别累，心累。 我知道你对我非常不满意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你到底是真实意还是假实意？你这样做是为了让我离开你吗？你觉得我是意是假的？对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因为你不想见到我，一见到我，就会想到我亲人对你的伤害。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。如果我说的是真的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可以理解。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你是谁。我每天面对你也很累。让我最不理解的是，我当初为什么会跟你结婚？这事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一直在努力回忆。我想弄明白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我做出了那么多让我自己都无法接受的事情。你父亲、叔叔、婶婶们今天来找过我，跟我说了很多事情，我听得都像故事。你说我是假失忆，我不生气也不惊讶，因为我常常怀疑，你们是不是合起伙来，在编故事骗我呢？我也很纠结，很痛苦。看来我们俩在一起真是错误的。我们现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。我们都冷静下来，好好的想想。要是我永远都想不起来你是谁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那把你陪着。要娶她。高先生，你不会真的有伤处吧？跟你们家其他人，还真是有点……您能决定个事儿？是我今天经历过的第五个。能决定个事儿？高姐，你愿意娶我？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？我不跟他在一起，我怎么能知道我能爱他一辈子？可是我要看也没有用啊，我又不知道密码。 那个从天而降的花盆是谁？那天撞上小雨的汽车是谁开的？你敢说这些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证据交给警察啊？有人要害小雨。为什么？他想得到小雨名下的财产。 一种是酒鬼，完全没有意识到；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。大小偷啊！大小偷啊！抢我们包啦！大小偷啊！大小偷！大小偷啊！没事吧？醒醒，来来来，帮忙！哎，好嘞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的顾客，你帮我抢包回来，我感谢你啊！你叫什么名啊？高姐。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是个律师，今年38岁。我前妻叫王一凡，也是个律师。我现任妻子叫赵小雨，她在华贸集团工作。我奶奶叫徐秀婷，我们家小果。 同志，你要不要上医院去看看？同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用不用。哎，这人有我想。 做红烧滑水，一直到你觉得好吃了为止。肯定。李总，小雨啊，我这儿有你一些文件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得上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回去？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啊！你回去吧，自己可以的。后天一早的飞机吗？是明天晚上。明天晚上不是欢送会吗？别这么兴师动众的了。 我明天中午给肖副总打个电话，让他把活动取消吧。那明天晚上我去送你们。算了吧，我害怕离别的场面。其实本来我谁也不想告诉就走了的，可是我仔细一想，我怎么也得跟你说一声再见。那就在这儿告个别，你一路平安。好，我走了。 有些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我想问问你的意见。啊，好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俩就天各一方了。咱们的过去也就彻底翻篇了。你让我怎么不流眼泪？怎么不难受？我们的青春。 再也回不去。那就让这些钱包作为我们俩青春的回忆，还有那首《爱很简单》。 我走了，一路平安，也好好的。那你还愿意嫁给我？我想跟你一起长大，一起努力。那这10个钱包，就是我们俩爱情的见证。以后你每年送我一个，我们俩在一起10年，就会变成亲人，谁也离不开谁。一辈子。 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您是一个人用餐吗？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最好的酒配上你们店里最好的菜，你看着办吧。行，没问题。您这边请。 先生，您这边请坐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先生，这是菜单，麻烦你点菜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最好的酒配你们最好的菜，快去。谁找你了？啊？跑到我这儿来跟我的人撒气了？哎，没事的，这我朋友。菜你看着搭配吧。去外面把我的酒拿进来。 好的，没问题，白总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怎么也成了你的地盘了？我受够了。哎呀，你那位老公留给你的钱真够多的啊！你记忆力恢复了？真谢了，我怎么走哪都能碰上你啊！你是不是之前所有的事儿都能想起来了？是，特遗憾。 谁稀罕你啊？谁稀罕谁知道。赵小雨呢？你记忆力恢复，他应该是主角啊。他爱的是李月心，不是我。一直很自信小雨对我的感情，所以就没太在意她对李月心的感觉。刚才我兴冲冲地跑到小雨的公司，想告诉她我好了，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可是，正让我撞见他们告别的那一幕。他们怎么了？李月心交给小雨一个盒子，这东西可能是他们以前的一个什么约定。 小雨见到那盒子就哭了，哭了好久。你嫉妒了？ 说出来，也许你不信啊。让我心痛的不是那个伤心哭泣的小雨，而是那个李月心。为什么？同样是男人，我很理解他当时的感受。他其实非常想冲上去抱住小雨，因为小雨在为他流泪，为他们的爱情在流泪。 可他却强迫自己离开了。听上去是挺感人的。他是小雨的初恋，他对小雨的感情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，无法超越的。那不一定啊，这王一凡不也是你的初恋吗？你现在还想他吗？我跟王一凡是主动分手，而他跟小雨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是被人利用。 无奈的分手，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小乙一直深爱着李月心，而我只是李月心的一个替代品。可我却浑然不知，悲哀吧。如果赵小乙对你没有爱， 他不会在你受伤的期间那么无微不至的照顾你啊。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，我受伤是因为她而引起的。这么做跟爱情无关，她纯粹是为了感恩。所以，你这么想也太主观了吧？你刚刚说的“所以”，难道你想？ 我要离开吃早饭吧，我去做。赵小雨，我们离婚这些日子，我一直在纠结，在痛苦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彼此放过对方，也许是一个最好的结果。我说这些，你能理解吗？能理解。跟你在一起这段日子，我觉得特别踏实，特别轻松。也许你忘了，但没关系，我记得就行。挺美好的回忆。 哎呀，我可是好多年没吃你做的饭了啊！今天你多吃点啊！哎，刘真还说了，哪天请你到我们家吃呢。哎呀，我就上超市帮他几千忙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他客气的没后悔了。哎呀，可高兴了！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来吧！哎呦，哥，快搭把手啊！什么呀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！什么呀？我给大姐拿了好多衣服。 姐，好多我都没上身，你挑一挑，你看哪个喜欢你就留下，不喜欢你还给谁给谁。谢谢。给你个败家玩意儿，你这么好的东西就不要了。那个这，我一会儿给刘平挑两件。行，让刘平挑，剩下的我。二哥，怎么我给什么你都得要一套？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刘平了，你。哎，不像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。没事，你就说圆圆给他，这样他还在他面前有面子啊。来，你倒上，你倒上，来来来。喝这个啊！哎，姐夫能喝，姐夫喝饮料。对。这什么呀？你都老大不小了，还不要孩子？我从报纸上给你找的，那都是大龄的女的。 怎么怀孕的？哎呀，姐，现在30多岁生孩子太正常了。再说了，我不是生不出孩子，我以前是不想要孩子。你看你这还为我捡上报纸了，你这……他说捡报纸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你大姐每次都跟人家收报纸的说好了，她得先翻一遍，过一遍以后再说。 这也是大哥用心，我们俩一起帮你弄的，你也不感恩你。好，行行行，谢谢你们俩了啊！以后别再捡报纸了，现在手机可方便了，什么知识都能看到。再一个，我不是不能。哎呦，小雨回来了，来，快来！回来，这干嘛拿这么多东西回来啊？啊，那个高建出差了，我一个人在家也没意思，就想搬回来住一些日子。那你能住几天呀？ 反正多陪陪大姑姑他们呗。来，饮料。谢谢。哎，小雨啊，来，这有你一封信啊。这是爷爷寄给我的。爷爷，大姑，这是什么时候寄来的呀？啊，今天早晨。 跟李月新分手的时候，爷爷寄给过我一封信，今天早上又寄来一封，他这是在天上看着我。花开四月风雨中，栽棵竹子过严冬。坐看云卷云舒时。 终是情归不言中。这字儿，哎，大姐你看看，这个呀，这是咱妈的笔体呀！你看这个落款儿。 这个日期肯定是咱妈临走之前留给咱爸的。这封信我见过，大哥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咱爸这来，咱爸正看着呢，我一过来，他赶紧把我打发一边，就把它收起来了。花开四月风雨中，栽棵竹子过严冬。坐看云卷云舒时，终是情归不言中。 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哎，这是不是藏头诗啊？花栽作中，花栽作中。哎，画在桌中，会不会是画在桌中啊？ 画在这个桌子里，这桌子我修过呀，没发现什么东西啊。爸，咱再仔细找找。来。花儿呢？这不是画啊！这欠条什么意思？ 我亲爱的儿女们，如果你们能找到这封信，证明我的眼力不错。小雨终于完成了他作为继承人的使命，把你们大家又聚到了一起。小雨，爷爷谢谢你。爷爷这辈子就想把全家人聚在一起，你帮爷爷实现了，我知道。 你一定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别怪爷爷，好吗？孩子们，有太多的话想跟你们说了。先从你们最关心的那幅画说起吧，那是你们的母亲留给我最宝贵的宝贝，也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物件。我一直以为让红海偷偷的拿走了，直到有一天。 我在你们母亲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了那首藏头诗，才找到了那幅画。你们能想象出我当时有多恨我自己吗？因为我的自负、自私，我的大儿子被迫离开了家28年。 有家不能回，我冤枉了红海28年。如果红海对我一直有怨恨，也许我还有勇气向他认错，请他回来。可是红海太善良了，从他离开家的那年起，每年我的生日、你们母亲的生日、忌日。 年年过节，他都会寄钱回来。28年了，从未间断过。红海越是这样对我，我越是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，于是就这么一拖再拖，越拖越说不出口。红海，爸爸错了，爸爸对不起你。我能做的就是。 在这个账本上记录下来红海汇来的每一笔钱，然后给每一笔钱写一张借条。我亏欠红海没有办法偿还，但我要把他孝敬我的钱记录下来。我体弱多病，那一点退休金根本不够用。 后来因为我住院需要人照顾，索性就把工资卡给了刘平，我补贴给红芳的儿子，用的都是红海寄来的钱。这些年如果没有红海寄给我的那些钱，我早就被掏空了。 这就是我把房子留给小雨的原因。我欠红海的钱不计其数，我已经记不清我到底写过多少张欠条。这几间房子就当我还债了。小雨在这里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。 我后悔当年把红芳赶出家门。如果我当初把她留在身边，也许她会慢慢的接受我的意见，打掉孩子。即使是生下子李，子李也不会像他现在这样混着。我在红方最需要家庭和睦的时候抛弃了你，让红方受了那么多的苦。红方，他对不起你。 我对洪涛最不公平，他干的最多，挨骂也最多。洪涛，不是爸爸不喜欢你，爸爸对你是恨铁不成钢。圆圆，虽然我最疼爱你，可我后来也意识到，我的疼爱还毁了你。你霸道蛮横，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，是爸爸把你宠坏了。 失败，做老师桃李满天下，做父亲却束手无策，力不从心。到老，没有一个孩子愿意陪在我身边，不能怪别人，全怪我自己。我以为我为你们付出了全部。 到最后，我才明白，我给予你们的并不是你们想要的。最后，我要说那幅画了，那是你们母亲家里祖传的。那幅画，我找人鉴定过了，当时鉴定专家就给了很高的价钱。我考虑再三，最终决定把这幅画 捐给了博物馆。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欣赏到它，才能体现它的价值。我想，你们的母亲也一定赞同我这样的选择。这幅画是我和你们母亲的定情书，我不想让任何人、任何不堪的事情玷污了它。你们有时间 一起去看看。思丽啊，维玛，你好吗，儿子？我特别好，你放心吧。妈，你还好吧？好。哎，对了，妈，那个前两天我还救了一个要自杀的狱友呢，现在他们领导啊正在申请给我减刑呢。好。 舅，给我跟你爸借回老房子住了，全家人对咱们可好了。尤其小雨，你知道吗？前两天小雨张娜娜给妈过了个生日，你看买那么大个的蛋糕啊，哎呦，全家人都来了，可好了。我爸也挺好的吧？哎，对，越来越好了。儿子，你在里边你放踏实了心。 好好改造，早点出来啊！家里头，小雨天天照顾我，像亲闺女似的，可周到了。大舅那都没得说，那都简直妈都无可的，你知道吗？早点出来啊！妈等着你，全家人都等着你呢啊！放心吧，妈，那个我肯定好好表现啊！行，你跟他说两句话。子立哥，谢谢你啊，小雨。 替我照顾我吧，我这是应该的。你也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们等着你回家。你还是我这个哥呀、啊，那个小雨，有些话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妹妹。 争取早点出去跟你们团聚。嗯。高贤现在怎么样了？白雪，你不会要告诉我，这个酒吧你又收购了吧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我大学同学高健，哎，这我先生谢玲，这店他的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你们聊，我那边还有个朋友。哎，行，再见啊。哎呦，我怎么走到哪都能碰到你呀？ 真是的，我还纳闷呢。怎么不等我了？你还真以为这少了你，地球不转了？人生苦短，何必呢？都这岁数了，别装清高了啊！你非要等人家那赵小雨来找你啊？白大美女。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咱不说这个了，好吗？我今天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对了，祝你幸福。彼此。走了。嗯。